Okay, so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COVID-19 Freelance Accountants 之生存法则。所以 Hello, 大家下午好。So, Vivian,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目前在这种情况下 Freelance Accountant 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？你会面临的那个问题呢，就是顾客不敢见你啊，这个就是会遇到的问题。所以是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一道问题的话呢，就是说你可以跟顾客说，either你是可以延迟你才去拿文件，或者是你可以叫他 courier 给你。就算顾客想见你都不敢见顾客？我敢啊。OK, 很多避难社不敢吗？有这个就可以了吗？然后上车就快点消毒先。有讲收不到钱的吗？这个钱很重要。收不到啊，对。对对对，收不到钱的有一个顾客，因为我之前做好那个工了的，已经出了 invoice 给他，但是他有说这个星期要给我钱的，但是这个星期又这样巧遇到这个事情，14天又不能做工哦，等下他又收不到钱的情况，他就不能给到我钱哦。所以其实现在这行情是马币一直在跌。其实可以趁这个机会赚美金的，懂吗？